一百蚊，瓊先生、苗小姐一百。聖誕節前夕，聖誕節前夕。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。廣東話，如果呢一晚係聖誕節前一晚嘅話，大家都會為咗迎接第二日嘅聖誕節而準備。大家都可以估到㗎啦，祖高先生一定會以為今日係佢暑假嘅前一晚。童話，全部的齊先，全部的齊先生跟妙小姐都在裝飾他們的聖誕樹，除了糊塗先生以外，因為他把自己裝飾成了一棵聖誕樹。Thought it was the night before his summer vacation.